你今仔日伫倒？快逃难遐尔去！喂！喂！你徛在路中就有危险，你知无？你想哪？我无爽快啊！搁别提事。 检查的结果已经出来啊！你确实嘛得到白血病，大部分这种病状遗传拢是为妈妈先发现的，也毋过你的状况较特殊。我真无简单才让小太阳恢复健康，也毋过今麦娃娃破病啊！万一我真正无伫遐，小太阳是变安怎？ 你想要哪讲？那可是你，你莫来烦我，敢会用的？等下，你莫跟我叫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你较冷静好不好？医生拄则跟我讲，我有白血病，你还烦哪冷静？我为什么得着这种病？ 我伫拢就拍拼的，我拍拼伫个过日子，拍拼伫个过生活。也毋过所有艰苦的日子，拢是我伫个过。我真正就是要得到幸福的。但是，若看到迄个歹心良毒的大歹人出来，我一定要爱伊，把过去骗我的钱，拢总吐出来。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会处理，就是安尼吼。 你这创啥啦？家己还我？什么钱啦？你把钱拢借去啊！你比钱少，你比破产都不如。家己还我，把我的钱还我！你放手，破产，破产！当初是你叫我投资，你讲遐的钱会翻倍。 够吓拢无？我不管，今日你若是无甲我的钱还我，你就不准放。你想哈？你放手好无？你放手啦！放手啦！你若是有才调，你就去告吧，莫阁亲像今日安尼私底下来找我，啊若无，我绝对报警。 太太，你有安怎无？我看你面色真歹呢，敢需要帮你叫救护车？莫闹啊啦！啊！啊！你弄到人啊！我明明就刹车啊！ 要搁喘气，要搁喘气，我想叫救护车。喂，你创啥啦？你别跟你拄只邻居哦，车都是偷开别人的呢。你若是敲电话，你这下楼我又去啊！我是救你，怎啊？走啦！哎，你快走啊！我无多亲像你心肝遐尼凶啊，不管迄个太太。我是为你好呢。
喂，我有看到这车哦，有一个太太倒伫涂骹。对对对，还地点伫。报告大爷，你放心，有我伫，我袂让你出代志哦。就是因为你，我即马才变安尼啊。大哥。